先去老岳那边。我跟你说了无数次，我从未揣测，只是你从未相信过我。家主方才说我不信，可是你却在我身边安插这样一个人。我所做这些只是想让你待在我身边。阿浅，这是什么？止疼药青花粉。我是因为你才受了伤，所以由你来给我涂药。